北京时间11月20日消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 Angelababy 做黄晓明太太搞世纪豪华婚宴，婚后的 baby 好忙又好烦，先到北京整形医院接受公开面部鉴定，证明自己没有整容。近日有无辜跟网上不雅视频扯上关系， baby 工作室发出警告函并做出澄清。近日网上流传声称 Angelababy 裸舞的片段，片段中长发女子裸露身体跳舞，但跟 baby 并不相像。 baby 工作室发警告函要求删除虚假片段并道歉。警告函部分内容如下，近日部分自媒体账号及个人微信微博上恶意传播一则声称是 Angelababy 的不雅视频，对此 Angelababy 工作室今天委托律师发函声明，并非 baby 本人，该消息为虚假捏造，已对 baby 的名誉权造成严重侵犯，甚至涉嫌构成诽谤罪，请相关人士立即删除虚假消息，否则工作室将进一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警告函中还指出，有关视频是有人恶意抹黑 baby， 手段恶劣，并警告视频发布者3天内向杨颖小姐承担包括公开赔礼道歉、赔偿精神损失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北京时间11月20日消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 Angelababy 做黄晓明太太搞世纪豪华婚宴，婚后的 baby 好忙又好烦，先到北京整形医院接受公开面部鉴定，证明自己没有整容。近日有无辜跟网上不雅视频扯上关系， baby 工作室发出警告函并做出澄清。近日网上流传声称 Angelababy 裸舞的片段，片段中长发女子裸露身体跳舞，但跟 baby 并不相像。 baby 工作室发警告函要求删除虚假片段并道歉。警告函部分内容如下，近日部分自媒体账号及个人微信微博上恶意传播一则声称是 Angelababy 的不雅视频，对此 Angelababy 工作室今天委托律师发函声明，并非 baby 本人，该消息为虚假捏造，已对 baby 的名誉权造成严重侵犯，甚至涉嫌构成诽谤罪，请相关人士立即删除虚假消息，否则工作室将进一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警告函中还指出，有关视频是有人恶意抹黑 baby， 手段恶劣，并警告视频发布者3天内向杨颖小姐承担包括公开赔礼道歉、赔偿精神损失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。